哈哈哈，你又帮了我一个大忙。对呀，我只是猜测，不一定是真的。我不单指这个，还有照片。那种情况下还能冷静到拍照取证的，不仅仅是胆大心细可以做到的。我只是散后而已。商业互怕。摄影要说大鱼的还是你。这种商业互怕。可以的话，我们试一个。要出大鱼。好，我们试一个。哈哈哈哈哈。你那样说要这样。太薄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为什么笑？为什么笑？是他跌倒了，他跌倒。接下来还是从收文比赛开始。不能再跌倒！我操！他快跌倒了，他刚整个滑倒。不单指这个，还有那些照片，在那种情况下还能冷静到拍照取证的，不是胆大心细可以做到的。我只是辅助而已，摄取掉出大鱼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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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不是。